小兰，小兰，糟了！现在正是上青司巡逻的时间，他该不会…… 九明大人，今日是否有抓到金贵？没有，今日未。哦，知道了。这九明匆匆忙忙的，所为何事啊？属下也不知。他询问是否有金贵被抓捕后，就匆匆离去了。 九明大人，大人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在这里啊？赏银忘拿了。属下记得他似乎在藏药阁待了许久，派人盯着百草堂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即刻上报给我。是，属下这就安排。 住口！乌头就算了，还老乌头，你礼貌吗你？小破草，我可告诉你，你跟那个野男人私逃出结界的事情，深长老已经知道了。我可是奉命将你拿回来的。野男人，我看你呀，就是嫉妒我把那呆郎中给抢走了，想报复我。我一会儿就告诉长老听。哦吼，那太好了，你赶紧去告诉他。 正好这深长老呢也有一桩美事，要告诉你。什么美事啊？你既已成人多日，按照规矩来说呢，也该婚配了。我跟深长老商议过了，将你许配给黄芪，即刻成婚。鼓掌。黄芪。